你要是再给我搞砸了，我就真跟你断绝母子关系。还有我。多大了？你走开，不害臊啊？明明心里开心得很。真不知道看中你什么了。脸吧，脸皮吧。那还不随了你？妈，你到底是怎么知道的？切，每次一提起你女朋友，样样就出来帮腔。在病房问你的时候，一般人都会先说出名字，而你偏偏什么都交代了，就是不说名字、不给照片、还不打电话，这完全不符合常理。那么，除非这个人我认识，我认识的人里面且能够跟你谈恋爱的，只有样样。那饭桌上银行卡又是哪一出啊？打击报复。果然是成功的女企业家。果然是你亲妈。跟我玩心眼儿。我告诉你啊，这是你从小到大做的唯一一件让我满意的事情。你要是再给我搞砸了，我就真跟你断绝母子关系。还有我。给。不用了嘛。不让你解约。哎，我爸已经给了我一张。陆志豪，老婆，快看，我的双胞胎哥哥。哥，你妹呀你！你说怎么回事？不是我借他的，我有欠条的。不是这事儿，我问你哪来那么多钱？不是没这前去省吃俭用就攒下来的吗？你是不是背着我藏了很多私房钱？陆志豪。我好不好？等回去找你算账。哎呀，别提了吧。小鹿，快拿样样行李箱啊，快点啊！啊，好好好。哎，不用，给我，给我，没事，给我。老林，等着急了，走，咱们先进去。哎，对，先进去，先进去。快点。哎呀，快点。不好意思，我又改主意了。我不想再当女战士了，太辛苦。我想在某人身后当咸鱼享清福了，所以听你的，赌一把，万一赢了呢？好，一定能赢。这世界很酷。